立法同埋文化咧，都係移風易俗同等重要嘅活動嚟嘅，所以我哋一方面推動為保障不同性傾向嘅平等權利立法，另一方面咧支持民間團體去推動平等權利做嘅文化活動。呢度咧就係牛棚藝術村第13號屋，係有酷創作性小眾文藝展，歡迎大家嚟參觀。1月6日下晝亦都有一個論壇，歡迎大家一起嚟聽，發表意見，交流溝通。